金马影后贾静雯近期飞往大陆参加人气歌唱选秀节目《乘风破浪2023》，受到不少网友的喜爱，人气因此持续攀升，一举一动也受到大批网友的高度关注，常常会在社群平台和大家分享私下穿搭美照的她。29日在 IG 晒出两张外拍美照，只见她顶着利落中长发发型，身穿黑色长裙洋装搭配白色球鞋，还背着一个可爱的小包包。特别是她的脸上虽然只有化着淡妆，但是气色依然相当红润，肤质也很细致光滑。她也做出要奔跑的动作，发文笑说：“跑给你们追，像风一般的我。”粉丝纷纷大赞她好美，身材也好棒，直呼她看起来是九头身的比例，而且美到让人追不到啊。you